大金牌娱乐，言承旭最近非常的忙碌，他跑到日本举办粉丝见面会和写真集发布会，现场来的粉丝相当之多。近几年言承旭的风格改变很多，包括参加了真人秀节目，也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更新互动。从最近举办的粉丝见面会来看，他还是相当受欢迎的。在见面会上，言承旭主动分享了拍摄期间的点点滴滴，而且他还自己爆料，最感谢的是女朋友在拍摄期间的陪伴，让拍摄工作的疲惫一扫而空。消息传回来，许多粉丝都炸了。据说现场的媒体追问他女朋友是谁的时候，他只留下一个神秘笑容，并没有回应。当然网友们第一个反应肯定就是想到志玲姐姐了，她和言承旭的故事估计很多人都听了好几年了，如果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估计所有人都会送上真挚的祝福吧。更是有媒体挖出言承旭口中的女友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名叫池田精子的混血模特。那么你认为池田精子是言承旭等待多年的真命天女吗？